原标题：屯溪老街，陈洛风烟的古韵。屯溪老街，陈洛风烟的古韵。老街，老街工艺人屯溪，最令人瞩目的当树老街，这是到黄山的游客必去之处。老街形成于南宋，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，大兴土木。徽州的木材和能工巧匠沿新安江运到杭州，后来这些工匠回乡后，便按都城风格建造街镇店铺，老街就这样逐渐形成了，所以有人称老街为宋城。老街西起古栅桥镇海桥，东至老街牌坊，全长1273米，宽不过518米，麻石铺街，两旁都是粉壁黛瓦马头墙，是指房屋白墙黑瓦，加上高于屋顶的烽火墙，徽派建筑的老店铺，也有少许翻新的，一家接一家的斋院阁轩，几乎都在卖笔墨纸砚、古玩字画，徜徉其间，就像是一个老板在开店。当然，夹杂其中也有不少卖屯溪土特产的小店。文房四宝杏林古风老街上有一家百年老药店，一同得人，你不必去抓药，就在殿堂里站一阵，也会感受到杏林古风，品尝三臭二食。在此，我们在老街品尝了人们称之为徽菜特色的三臭二食，即臭鳜鱼、臭豆腐、毛豆腐。豆腐臭到长毛，时而炖时鸡石蛙，一看到鳜鱼，我就想起了唐人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中的一句词：“桃花流水鳜鱼肥。”不知此鳜鱼是否比鳜鱼？不过，三臭二食别有风味，值得一试。一臭加二食手工作坊，真蚕丝被老街的发迹。除了它处于游黄山的必经之地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。电影《小花》在此拍摄，陈冲、刘晓庆、唐国强三颗新星从此升起，加上舆论界电影造势，称老街为宋城，也有人称之为可与希腊的古街相提并论，是一幅活动的清明上河图。不管怎样，原来破败萧条、籍籍无名的老街，也像电影《小花》一样，从此声名鹊起。万翠楼古朴的老街，老街是不是宋城其实并不要紧，绝大多数游客不会像考古专家那样苛求它，只要当人们踏进老街，从脚下的麻石板上就会感到踏进了历史，就会有一股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，就会感到自己是在欣赏一幅徽州古镇的风俗画。老街，这就是我要感受的陈洛风烟的古韵。陈洛风烟罕见的箩筐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